嘿，吃不完的小姨妈来喽！看看我手里抱的都是什么，发财了！我儿子带回来的经典螺蛳粉，我煮一个吃吃，看好不好吃。等我，马上煮好。看，我们的螺蛳粉煮好了，哇，真的是馋坏我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吃啦！我想先喝口汤，已经馋得我手舞足蹈了。这汤一看，哦，好辣呀！我们尝尝里面的粉儿。煮了两大包螺蛳粉，嗯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不行，今天这份螺蛳粉我谁也不给剩，我通通都吃完，看看我能不能挑战吃完这一大份哦！一定要看到最后哟！太酸了，来一个大鸡蛋，哇，看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单独吃鸡蛋好干呀、啊？得喝点汤。这个视频有点长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看看我究竟能不能吃完这一整大盘哦。先吸了一颗生菜，哇，生菜都变得好好吃，呜、哦。哇，这蛋黄还在流心呢，外焦里嫩的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把鸡蛋都吃完，再吸一大口粉，嗦粉真的好快乐呀！吃，我接着吃。哎呀，吸到眼睛里了，眼睛都辣红了，还要吃？真不敢相信，没有人不喜欢螺蛳粉，都把它全部吃完。还有一个鸡蛋，把它消灭了。哎呀，吃货翻车了！我真的太能吃了吧！挑战成功，点个关注哦！